那这个时候看到 Lamigo 团队再度做投手的更换，换上来是背号30号的陈敏士，比赛的第三任投手。外球低的球，棒容易就是投球跟打击不停的在转换，接球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再打固定在投球。哦，这个平均九个打数就一直全垒打，好的情况太多了。所以球团还是希望他往投手。继陈敏士在一军的投球成绩也相当不错哦。接球回到场上，游击方向的球，游击手直接接杀出局。那另外是接球投的角度比较高了，就被打出去。中左外方向不是飞球，左外手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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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接杀出局。哇，左外野手。